好，大家所看到的这幅画呢，名字叫做《青耕玉翼》。那么这幅画里面的主角就是这个青色的白眼、白嘴、白尾的这样一种鸟，它的名字叫做青耕。那么在《山海经》的《中山经》《中次十一经》里面的锦鲤山上，它生活的这样的一种鸟。那么古人看到这种鸟的时候呢，就说它呢，样貌很特殊，但是呢，它也可以抵挡疫情。所以说，我们整个的这幅画里面就是一个治病的一个现场。怎么来看呢？大家可以看到，这个青耕啊正在飞向一只动物，这只动物呢就是穿金丝猴。这个穿金丝猴呢受了伤，它的这个手臂上呢正缠着绷带。那么青耕呢嘴里所衔着一味药草，那就叫茜草，它正在去飞往这个金丝猴来给它治病。但是呢，大家都知道这个鸟和这个猴之间没法进行沟通，怎么办呢？在金丝猴的后方出现了另外一种鸟，叫做八哥，起到了其中的翻译的作用。那么谁来照顾这个金丝猴呢？在金丝猴的旁边有一个非常矮小的呆萌的啊一个小护士，是谁呢？他的名字叫做修流。那么我们这是一个治疗的现场。那么同时在整个画面当中呢，也会看到在这个画面的这个左下方会出现了一个亚洲象的鼻子，它正在偷的就是关于这个病号参桑葚这样一个过程。那么谁来阻止这件事儿呢？那么出现了一个目光非常炯炯有神的，而且头上立起了像角一样的红角鸮。这时呢，它伸出了翅膀来进行了格挡。可以看出啊，这四种鸟待在一起形成了一个治疗团的这样的一个组合。那么红角鸮在这里呢，也是头上的这个鳞子立起来，然后起到了一个带刀侍卫的角色。那么其实啊，红角鸮在自然界当中，在遇到危险或者是遇到攻击的时候，它就会出现这样的形态。所以说我们在看《山海经》生境艺术复原展的时候呢，里面包含着非常多的科普知识在里面，也希望大家呢能够来到这个静安摸后，在现场来感受一下《山海经》所带来的独特魅力。